华硕早前推出了全新手提电脑 ZenBook Pro 15，除了规格大升级，还有特别新功能，现在就跟大家看一下。新 ZenBook Pro 依然有 15.6 寸 4K UHD 屏幕，而且还有 Pantone 原厂色彩精度认证，啱晒一众绘图人士。机身除了 HDMI 插口，还有两个 USB-C Thunderbolt 3插口，又支援 microSD 记忆卡。规格当然升级到最新的第八代 i9 处理器，还有 16GB RAM 和 512GB SSD。 显示卡就用了 NVIDIA GTX 1050 Ti， 无论娱乐定工作都一流。不过今次 ZenBook Pro 的最大特色是这个 Screen Pad， 除了一般计算机和日历一类捷径功能，还可以用来控制 Spotify 听歌，随时转歌都得。用 Chrome 在 YouTube 看片，还可以控制音量、全屏幕等功能。当然不少得一系列支援 Microsoft Office 的功能。